今天出趟远门，我出发了啊！今天去个工厂。估计得2个小时。前方堵车了，高速堵车了。进个服务区休息一会儿。现在跑外地的还是少，这服务区车也不多，客车基本上没有，全是大车拉货的这些车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人。马上到了，现在下高速。这旁边好多做外贸的，今年都不景气，好多都关门了。这是一个展示厅，生产车间在后边，这边是一个生产基地，好多生产服装的工厂都在这儿。我朋友这家工厂也在这儿。这是每天下午的战况，一般批发商都是上午来进货找货，所以就是有些乱。这是另外一个展示厅，就是质量好便宜，他家这儿。这是过12点了，人不多了。热情好客的唐山朋友们，给我传授传授经验，说说今年的行情。这叫速餐，哎哎。一天跑个来回，回来收拾我的小仓库，拜拜了，下期见。